今年想拿下冠军，你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重要的关键应该是要先顶峰。赛前记者会上，来自十二个学校的男女子组英雄好手们在台上，先来和旁边的好对手下下马威。谁都希望自己的队伍能成为108学年度 HVL 高中排球甲级联赛笑到最后的球队。而我们镇上因为有比较居多的都是一年级，所以还有些小细节可能没办法做到像高三一样，可是我们都是由学姐来带领，所以希望这一次的决赛能够让我们打出最完美的一场球赛。六强的赛事将在十二号正式开打，男子组部分由曾文农工对麦寮高中，华侨高中对内湖高工，脱颖而出的队伍将再对上种子队伍平荣高中和六连霸卫冕军丰原高商。女子组部分，莺歌工商迎战华侨高中，南湖高中交手东山高中，出线的队伍再对上内湖高中和中山工商。而面对新冠肺炎越演越烈，体育界不少赛事都选择延期或停办，主办单位为了能如期举办，防疫工作不敢轻忽。我们这个高中跟国中的排球的联赛，它疫情的作业哈，那至少就是比较我们高中篮球哦复赛跟决赛哦这样一个规格来做。如果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在更新的指示，一定会依照更新的指示哈，来把这个防疫的作业哈做得更加的严密严谨。而除了高中组、国中组的赛事也会在十号登场，随着决赛即将白热化，各队卯足全力直指总冠军杯。